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家子，家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五百五十士兵，恶霸恶着士兵。 第一行啊，第一行对第二句看起啊，雷震雷啊，这是比如家乡所闻，金雷令血动物惊，物啊是万物，惊啊是惊色，比如。 说话该动不明之性呀，出这个意思啊，这是比如有经讶说悟的，进发雷家，换无盖地，化中生呀。 同一月，真啊大法雷，开我一切啊！经论来面所讲的，这阎、个、罗做一个总结，中相主盖，为你道说法，阴声如幻天王。 言说法要如大雷震，开我大将，出来本书赞比弥陀之故啊！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，弥陀讲经说法，音声的微妙。 内容诶丰富，确实是会帮助众生文化开悟、建立自信，有遮这大诶功德啊利益，所以世尊对伊诶赞叹。 诸佛如来转转啦，发耀、啊，从来都毋捌休困过，即、这个啊，事实真相呢，咱都爱当体会着。 想着究竟会古味，华严经上所讲了妙教如来，伊呀一经完完的确立大般涅盘，大般涅盘的境界呢？ 都是经宗所讲的、啊，相即公净土。啊，相即公的叨位呢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伊无形象。 无形著是无物质现象，无相呢，伊著无精神现象，伊嘛无自然现象。所以咧，虽然是无处不在、无时不在，但六根觉察未着啊！六根若会当觉察咧，一定啊是有形象。 无形象，绝对是觉察袂着。所以即桩代志咧，佛弟大圣经常有常讲：未证弘地，你无证着，你著毋知影；证着咯，你著明白啊。啊，上极公净土呢？ 若做慧能大师，开悟武功五句话，第三句著是上集讲净土。伊讲厚积诸性，稳足固脚。虽然伊无形象，你袂当讲伊无。为什么伊会现形象啊？ 诶，现形象都未使讲无诶，诶，现形象未当讲伊有，伊所现诶形象啊，拢毋是真咧。金刚经上诶比喻佮真好，如梦幻泡影，这是所现诶现象。 那六都是安尼，是我干嘛是安尼？都是祝会如来，是不种烟土嘛不离我。所以总共的一句话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诶，只要是有形象的，拢毋是真的，拢是虚妄。 真诶物件无形象，无形嘛无相，迄是真诶。伊也是我，伊毋是死诶。我系是甚物呢？伊甲众生，伊感应道高，众生有感，伊著会现相。嗯、呃，众生什么时阵无感？ 会使讲众生之感永无间断。你讲有偌侪众生呢？我未去念，伊去念啊！伊未去念了，念你去念。变化界虚空界有偌侪众生咧？起心动念咧？遮尔么侪感呢？ 苗觉如来啊，隆中有应啊，一、这个都未老去啊。有时咱都知影咯，祝福如来应众生啊所感无中断呢。因为众生的感无中断，福应都未中断呢。 啊，所以，象棋宫内面永远都有这下啊梦幻泡影诶现象出现啊。伊为的中端呢，伊是一种想输想少想啊。都亲像咱拍开电视诶，即个屏幕。 便是用公墓顶面所显的这个色相，相续不断是讲这个道理呀。啊，诸行还灭呀，如是呀、啊，这个话本来就是安尼说呀。 你也该认清楚，在所有这切现象里面，只要你不去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什么代志拢无。伊呀、啊，一点仔障碍都无。想不该生啊，生嘛不该生。 心相不改呀、啊，这个苗啊，心相不离，性相一如啊，就如如啊。 菩萨虽然明心见性，伊也阁有无名习气啊，习气是无容易断啊，所以也得爱啊，功夫甲因来做法。 要服对菩萨最常用的方法是奉公。军来一个接触公平，一业仗就消了，伊就干活了。这是军来上中啊下三军也可未用呢。伊是。 境咯，但是这个境界没有帮助伊开悟，所以佛也得爱说法。说法是帮助上中下坤呢，后光是专对上上根人呐。 经是佛说的，主的是祖师大德说的。好，大甲祖师大德对即句经文诶讲法，拢啊引用伫即对啊，综合顶边诶讲法，阿弥陀佛说法诶音声。 真像翻天龙同款呢，大翻天龙同款，阎帅发妖啊！什么叫做发妖？帮助来救法的，即菩萨。 因听着咯，看着咯，接触着，立刻就会开悟，这个法就叫法药啊。所以法药毋是只一种，法药是多方面的。克己克利都是叫做法药，克利。 未克、啊啊啊、机，这毋是发药啊！克机未克利，嘛毋是发药。必说都哎呀，克机克利啊。启当下之己，毋是过去，毋是未来，都是现前啊。现前诶听众。 咱用浅显的话来讲，你听有咯，听明白咯，你感悟咯，真正依教修行咯。所以菩萨文法解我叫做三慧，甲修行无同，修行叫做三学。 界定会三合啊！界定会三合是会当分处的，生有界，然后得定，最后开悟。界定会三合啊！大乘菩萨唔是安尼，大乘菩萨闻思修，一念完成。 文是文法，听佛讲经说法，这是文。一、这个听到明白咯，明白叫做思啊。毋是听了后才去想，想著是啊，胡别乱想,想啊。愈想得愈错啊，对愈错啊，毋通想啊。所以明白叫做思。 用书代表伊明白咯，这接触就明白咯。啊，修是甚物呢？修是诶烦恼，茫然无乐，迄叫修。所以文书修是一摆完成诶，文内底有书修，书内底啊有文修，修内底有文书，伊是一二三三二一，伊毋是会当分开诶，一切叫散会啊。 确实咧，有同学啊，甲伊啊，即、這个三观通错咯。我的早年真早咯，啊，参加台湾法师诶大专佛学工作。 老法师，请我担任工作的总主讲，所以我上课时间就真多。班加上街兴旺诶时准，嗯、我们这同学将近八百人，规模啊相当可观呐、啊！来湾大中啊。 到台北大、啊、以上的这大专的学校诶学生真多来参加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学生来甲我讲，女生啊，伊讲法师，我明仔载开始都无想欲来上课。 我讲为虾米呢？你讲伊了解着菩萨诶三慧咯，我已经啊听两年多咯，我都已经明白了。一甲三位意思唱错了，听两年拢嘛是文，一定会登记去输咯，所以伊毋来咯。 伊堂课要去输咯，输、啊、了后伊慢慢去收，大概著是即个意思啦。我就看明白咯，我就问伊讲：，今仔日即堂课你要听无？伊讲要听，今仔即堂课要听。啊，我迄堂课著专攻文书修，啊，拢创错咯，那是菩萨，你都毋是菩萨。 菩萨文殊修是一念当中圆满成就啊，无阶段啊！也你听了两年，我讲这是两年啊，你文经顿去，再过一个变两年，叫胡别乱修，胡别乱修了，后你再过去乱修啊！你不是跟菩萨修的方法有塌路了？这那是菩萨的，这是连修行都不如啊！ 下课了，我搁敢问，我讲明仔载不来，伊讲明仔载过来，伊从清楚咯。所以这民俗是我的意思啊，迄真正叫做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了，绝对啊，毋通想错咯。所以即、这个烟花药呢？ 发药啊，都毋是定话啦。那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立去就讲我呢？就去立咧，就叫做发药。如大啊，雷震啊，这形容发药有遮大诶威力。为什么你每一点到，一个来震嘅时阵，都甲你正精神咯？你就讲我啊，就代替代我。 这个字啊，这叫做雷震，形容说法结界威力，帮助众生做立福地见啊，看我啊，一切啊，为这话同达明了咯。啊，这款代志啊。 这是佛家做一教诶；毋是佛祖未教，普通的菩萨做未教啊。发心菩萨都是佛了，四十一为发心大师，因着做一教。 这是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的话，下面讲了不音听妙声，这嘛是赞叹呢，亦何如是啊嘛是赞，这个、赞偈上内面头前的这个两句。 福如环瑞金，百音听妙声，这两句诶，这两句是世尊赞叹的。下面诶话是阿弥陀佛家己讲的。百音是赞叹如来所得到的悲种音声。 这个八种音声是自声内在本来有诶、啊，本来就有啊。未失自声了后，这八种音声拢失去了。这个失去，毋是啊，真正失去。在生活内面叫做未失，因为你未失自声咯，这个、音声。 都无啦，因为起作用，什么时阵讲我，伊就现见所以佛法要见，都是求讲我啊。讲我了后，咱嘅智慧现见，能力啊现见，不因这是能力啊。 俗务得灵呢，上好现前咯。啊，叫福恶福恶是甚么？袂用你唔知影、啊。啊，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恢复咱家己本啊，大佛法所讲 绝对无外边诶物件，若经常互相讲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你只要看着心心性，万事万法，你完全拢通达明了，你一点仔障碍都无咯。这啊，绝对毋是心外。 啊，现在人有最大的障碍，就是怀疑啊，是毋相信？会经常所讲的拢是家己本来有的啊，伊毋相信。你啊，毋相信啊，你哪会轻去学呢？你哪会当情着。 文化修学的基本的一个条件，就是信啊，在信为桃源功德母啊。啊，信毋是信别人，是信家己啊。信家己本来是佛啦、啊，信家己，自信、本有甲如来同款的啊。 智慧呀，德相，一丝何拢未输啊。诸佛如来所有，你拢总拢嘛有。阿弥陀佛所有，啊，你达行拢有，你未必就一行，头一行爱相信即、这个。 我袂咯，即个我有诶袂当现钱，我干饿咯，伊有诶拢现钱咯。人落来向伊请教，伊安怎开我？希望伊啊帮助咱开我，帮助咱也当得到自信内面诶万万智慧的完完地上。 都是安尼念念，这叫做二婚了。后经咱有看到，得了世界阿弥陀佛为西方菩萨，修机啊，修机都是印证啊，都、就是给菩萨做证明。 你肯定会去得到。啊！咱在凡夫，不当给人受记，给人做印证，凡夫是无这能力啊。 这是学佛的当修未当，毋知影的。啊，咱家己所修所悟的境界，请一个人来印证。古早是祖师大德，的当甲你做印证。为什么呢？伊证着咯。 慧灵大师，请您还修改印证对呀、啊？今那里刻刻时时的国来，我有梅州人，因讲也正照心款地位咯。 啥人该印证呢？伊讲情况，我甲伊印证。这是黑白說、嗯、我白乱讲啊！我家己都无开悟，连错过也无见着。我有虾米资格甲人印证咧？那拢嘛是假，拢毋是真的還明呢？头脑也较聪明诶，哪有人骗伊啊？ 现在骗人的代志太侪太侪咯。哎，我伫香港，以前宗教局嘅局长叶秀文先生甲我尽识啊。有一讲早起，斗底咧食早顿，伊甲我讲。后来啊有真侪人摕着法师嘅招牌伫外口招摇撞骗啊，这代志你拢毋知影哦，我真正毋知影。 因若是调查个真清楚，伊讲啊，都由阮政府来处理。我讲安尼好啊，多谢恁。啊，即桩代志，若是对尹国雄来讲是真毋好啊。啊这条我诶招牌，去欺骗。 先男先女，即、这个做真重啊！我无叫你去做啊，你家己去做啊，也是我诶名义去做啊。将来古婆拢伫己地家啊，这真毋好啊！为什么要做即个戆代志咧？啊，信抖音啊，没迄点多，毋研究宗教。 所以啊，你会互伊骗去，会互人欺骗呐。如果你啊都有警告通达明了，你一日听人咧讲话，你著知影即是真是假。袂去互伊骗去，也袂受骗呐。所以我即个假名、虚名，人提起做作业诶时阵，我嘛有故事啦。 我无罪，我有过啊！因有罪，我有过啊！这是毋是对我好的？毋是，这是害我！这毋是,是对我尊敬啊！替我去当招牌，欺骗人啊！学佛的是要学智慧？ 好聪明，那会讲愈学愈怣啊，愈学啊愈无耻啊！大家相当相相相当，这就大错特错咯。你无看自机咱家己修学诶，家己想要知影是毋是啊？这正确诶咧，著爱找一個人印证，会用诶有必要。 要找啥人呢？找经典啊！经典甲来印证啊！即、這个话我嘛讲真侪年咯。经论啊，印证啦、啊，咱诶理见，咱诶看法想法有错误无拍开经论来看，甲经论上所讲诶相应啊，著是正确诶。 经论所讲的啊，无相应，迄著是错误啊。用即个来印证啊，用概率来印证咱的行为啊，咱的言语，咱的估计行动，概率来做印证。所以三种经典著是甲咱做印证呀、啊。 帮助咱学习，同时甲咱做印证啊！如果言语做做，甲戒律相应，那都、就是啊，正语、正行啊啊！咱的思想见解啊，甲经论啊相应呢，你就是正知正见咯，护知护见啊，都无错误 毋通去切人啊！人啊，精灵不罗相啊，罗相毋是精灵啊，精灵可遇不可求啊！家己来甲你讲，我是什么佛再来，什么菩萨再来，拢嘛是骗人的，哪有即种道理呢？ 伊讲了就走了，黑手是真诶，还毋是假？为什么伊无骗人啊？新闻讲出来就走了，安心咯。你佫无揣伊啊？还是真诶，讲了也毋走，就是咧骗人，都毋是真呢。无人来问话，呃，讲有一寡人伫咧讲啊。 无人是什么菩萨再来，什么佛再来？啊，看伊修行是未歹啦，伊确确实实一个好修行人。这个解释啊，真简单，经论上拢讲过咯，好的法眼经上啊，相讲啊。 伊这种生啊，啊，本来是佛啦、啊。讲你是佛再来是无讲毋对的，啊，你本来就是,是佛啦、啊。电台大,大师啊，讲六劫佛就是六种佛啦、啊。第一个是利益劫佛，就是佛所讲的。第二上讲，伊这种生本来是佛啦、啊，这确确实实是真咧啊，呃、啊，唔是假啊。 不过现在你没咯，没咯，你就变凡夫啊！凡夫是甚么呢？顶面个给能力好多福，哈哈，咱大家拢嘛是好多福啦，还是福啦、啊，没吃点多啊！而且作业修补啊，好多福啦。 啊，即、这个啊，地诶，福咧，诶，底下大师有讲叫做啊，名利福，有名无实啊。名利为中啊，名利福，啊，你像菩萨界，你是名利菩萨啦，有名无实啦。 这正做啊，普遍拢会看得拢死啊。那、啊、第三种叫做啊，观行福是真正修行的人，伊烦恼时气无断啊，伊真修真正依教修行啊，伊学习习性业道，学习三归五戒，学习六波罗蜜，伊认真地做。 这叫做惯行啊！啊，有惯行诶功夫，如果若是修净土法门，一对往生，先反省动机土，惯行捷，惯行提升咧，向上提升著是上师，虽然毋是真诶，真成还著伊修甲真好。 为什么是真的是金伊也个是咧用梦心，也、啊、就是讲也是咧用阿赖耶、用啊,啊,啊、八识啊、五指心所，是靠什么地位呢？靠十法界内面的菩萨伊也无转识成智啊，所以叫相续结婚真成。 虽然用的是妄心，但是完全依照经律论来修行啊啊，修甲真性啊，所以就叫做啊相思结佛，个提升叫做分证结佛，迄是真诶，伊无用阿拉爷咯啊，咱一般咧讲转还真性啊。 也都是转阿赖耶成四地菩提，为什么人呢？黄日经元到初祖以上就发生大事了。叫分证，是伊阿未种到圆满，圆满就苗各位分证对初祖啊到这个顶角啊四十一的位置，四十一的位置拢叫做分证佛。 圆满咯，叫做妙觉福啦，叫净福啦。现在诶，书甲咱讲即六种福啦、啊，咱人人啊，拢嘛是其中诶两种啊。普遍来讲啊，拢嘛是一种，都、就是利益福。对理想讲，伊切众生本来是即一点啊，都拢无错啊，无讲错啊。 嘛，不是讲假话，毋过是对买了后，则个修道登记啊，迄著有阶段啊，如果毋是进修，毋是进行，进修著是明利结合，也著是叫做有名无实啦、啊。古代诶上讲啊。 名利中人啊，就是讲我修行无功夫，无修个真好，我也伫什么地位，名利位有名无实，名利位啊，还有原是伫诶六道内底去轮回。我只古会讲三道可不实。 避免不了,了呀！靠关系，这当讲未对恶道。伊若无拄着净土，无修净土，伊是袂当出六道轮回，都判伫人间天上，人间两道啊！因为啊，已经修了。 呀，做事待德个才会教会咱爱的记的啊，毋通伤当啊啊，毋通互人欺骗啊。特别是即个时代，即、這个时代是骗人的时代啊！啥人毋捌骗人啊？问家己你有骗人无？ 啊！实现越多，每一条你拢做未到。啊，不杀生，他也是准备给你抬啊，虽然没抬，两头已经有迄个意思了。亲像孟谈好珅的，佫较免讲，伊在给你定着。 即个著较怕死，即杀星啊！啊，头渡有啊，想要占人，想要便宜诶，就是头渡啊！不识，想看卖法律漏洞是毋是啊？减补一点啊，即就头渡啊，头国税啊。 啊！甲酱板鱼迄个念头甲个长落，就偷渡心在里断啊！要有一点仔念头诶时阵，偷渡心无变啊。所以啊，你细心去想看麦，是毋是成业多啊，每一条啊，拢无容易去做啊，逐条拢毛翻掉咯。 三规五戒都无咯，拢是名利，有名无实啊，因为十善业都是做人的基础，十善业都拢总犯咯，做人的条件拢无够啊。哦、那会当恶佛啦？恶佛的条件是甲人做还好啊。所以，只要三好头一条。 是学佛的基本条件：孝养父母、弘施师长、诸行不杀、修习善业。有这个条件，这当啊修三归。啊，修三归五戒，故叫众戒啊，不还为疑啊。 实践业啊，著是基础，所以家己对家己爱清楚、爱明白而不不啊。学好是袂当离开宗教，或是教育啊。导场是学校，那有讲来到学校无来上课道理，哪有即种学校？伊定爱知影。 去看摩尼佛在世。四十九年钢筋教学，无一天又困啦，无一天放假。你是教学啊？无发挥啊！胡金香讲的发挥、啊，拢嘛是咧办班啦，呃，教学。 是即款活动啊，来学习和发的啊，就称之为发挥啊。连泽龙辩解了，咱那是要真恶乎？我过去啊，著、就是得有老师一句的指示。 伊甲我讲，佛经典学是伫个经典无得寺庙，叫我去查经典，对经典当中的学习，迄个知识非常重要。 个好好读书共快，你袂当离开课本啦。你离开课本，你要学虾米？做佛罗莱，因所修、所证、所传呢，拢总拢伫个经典顶面。离开经典就、啊，就是离开佛法啦。离开佛法，个个啊都是。 名利学习啊，有名无实啊，那都毋是真诶。所以呼唤真实诶礼乐，一定要真正去做。我要啊，即两力非常诶重要。今仔日咱。 现今诶即个时代，诸佛如来发要是什么呢？都、就是无量寿经啊，都、就是念佛法门。为什么呢？即、這个法你若是得着咯啊！你是真修，哈，你一成就，你这一生的圆满成就，你修其他诶法门是靠不足啊。 袂当保证，这个法门会当啊，保证你这一生当中成就。如来所得到的啊，这八种音声，这是诸星本具的。《梵摩如经》来对汝讲啊，八音唯一，最好声，一声啊。 爱苗啊！这音响好听？啊！亲像音乐的同款爱。 在中国古代内面，就是哪格，多半是用在这一点内面所唱的歌。这里的音了声，严肃变了。 毋是真亲吗？你听着拢会当听有啊，若讲是听无著袂当啊，三声教化众生诶，效果咯，一定爱现前诶众生啊，伊拢听有。 一点是爱知影，赶紧讲给啥人听讲现在大众听，现在大众听多？你若讲较听无啊？听无就是白讲咯。那亲像我这款年代，我初出家的时阵做小和尚。 老一辈一个老法师，有一个法师讲《楞严经》啊，叫高祖咧讲，真侪听众啊，拢嘛听无啊。对老和尚真恭敬恭敬礼拜敬仰啊，老和尚甲因看做是上宾啊。 还是富贵人家，达官贵人啊。老和尚教太严啊，遮人讲老法师，你经讲啊真好啊，可惜我拢听无啊。哎，老和尚是得意，哎，我讲诶经啊，你若拢听有啊，还咁有代志呢，哈哈哈。 伊看得对得足妙诶啊，听得真妙啊！讲已经听无就等于白讲咯。啊，听有迄叫客机、啊，啊，听无啊，你无讲毋对，啊，你袂客机啊，客理啊，袂客机。 哎，都、就是。那现在,在的讲诶，这呀，会为，啊，克基维克利叫做鬼话啊，啊，叫做要么鬼怪所讲的啊，那不是胡讲呢。我你讲，你都听有了哈。 现在人一个听都明白，一、这个是在讲鬼话，一个叫废话，只、这、干、个、浪费时间呢。你无讲唔对，坚固让大家拢听有，这个、才有落音啊。 这和大众啊得到利益，所以言说变了，变了甚重要。第三调和声啊，大水啊得中，文家和勇，自然会无众多之力啊。 即句也是无容易啊！确实，只有明心见性，在大修行人有即种诶功夫，普通人是做未到。 音调啊，和啊，音量的、啊、中，和听讲也体会到，所以是弦外之音。 讲的人要有功夫，听的人嘛都爱有程度啊。无即种的程度，听的人也是啊，因公大师所讲的心静啊。心菩其树的人，本来讲拢无路用，无恭敬心啊，对圣教怀疑啊，拢嘛非常困难。 伊啊，本身有严重的障碍。第四页，流乱声啊，一声流乱，文家喜悦，下公将以足年立律，即咱世间人做做一教咯。甲、嗯、丁明合起来咧？ 留河音，还还关点咪教导咱住宿接物待人啦、啊，爱流河一滴啦、啊，一滴都是咱住宿待人接物爱用真心，太多爱流河。 嗯啊，一般来的讲嘅啊，平易近人，对他人平定，各家己真正会当谦卑，会当啊尊重别人，甲别人真容易相处啊。 这是啊，出事太难，基本的太多，菩萨了囊中枯竹啊。这个呢，我饿心，我是饿心，对错我。坚固啊，没错事啦，本家。 各地境界，你教着我种我都去下会。这个教着五种的，我都下会到后面一个讲掉。华严经，可不把可这经讲。 有九十六种的瓦多、啊，那一种对对未来呢？种是佛高来面的阿罗汉。你看啊，在城内面的阿罗汉算这些华多，第高十六种瓦多，为什么呢？那是佛法啦、啊，但是是修行佛法。如果就叫修行， 如果在进出了，那就叫伊做外道。修行毕业的时阵，一定要回小向大，要立大行，那就对了。修行到真晚脚，那就错了第六种不如啥。 一声向隆，闻家敬福，听着诶人会尊敬汝，服汝啊！莫话归顺，莫枉我多。听着汝说法，拢愿意来皈依啊！拢愿意来啊，向汝学习。孙著、啊就是向汝学习诶意思啊！ 第七，尊回声言有为说，为言，为言说。如如、就是尊重，著是世间人对你啊，特别诶啊尊重。 有会人声，人家尊重；有智慧的人，伊的音声，互别人听着拢会尊重会欢喜？为什么呢？智慧人所讲诶拢嘛是正论，无会话，无错误诶、啊，即个第见。点 互人听着你较看，自家开朗，听着欢喜啊！开诶人当然是无问题了。不开诶人要安怎咧？经主读他最会用利咯。你常常去念，念偌多印象深刻咯。 咱错误低见会少咯，正低正见呐都多咯，即著是啊，四圣法界内面的众生啊。因为虽然啊抑阁是咧用即个八舌、五十一心所用的妄心，毋过伊逐工啊，不离经教。 每天啊，拢伫咧学习，所以学习噶真省啊！天台大,大师啊，清音是相书啊，即份马真亲像佛，毋是佛啦、啊，啊毋是佛是什咪？佛用真心，因用妄心，伊无用真心。毋过妄心，来未拢是佛法啦。 那虽是妄心，也那像是真嘞。所以四生法界叫做上住劫佛、成文、应加菩萨佛，这是个顶级。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又土啊。 这是尊回声，第八金万声，其声清万，犹如雷震，文家改静，心深之理。这条嘛是只有佛家有，一、啊、般人拢无的。 伊诶音声会震动人心，会震动啊，烦恼，会互人开智慧啊。 这是梵摩卢经里面所讲的，下面有八音家加上四文。第个是响，第二是铁。响是声音的响亮，那第二是铁，铁它是小冰料。 通常咱甲“青铁连做一个青铁、青金、银条诶，一个意思。第四个牛，第五个 I，第六个是亮，第七个是河，第八个是牙。这些家乡书讲的。 穷家说呀，新说呀，如阿弥陀经云，极音演畅，摩根魔力」等等，这些阿弥陀经像，谁看摩尼佛赞叹阿弥陀佛嘞？ 语音延长，结合世界基本的这个啊，交易、啊，这破地方不胜多，这里反省当基础来对，常常讲的。妙家，妙话音响呀。 弥陀古叫八音，语言专描法、古文，八音通妙声。即句啊，都是赞叹阿弥陀佛说法音声的圆满啦。这是啊，世尊诶啊赞叹，下面是阿弥陀佛家己讲诶话。 十方来净书，我设地闭关，即、这个我就是阿弥陀佛啦。从初两句一直到啊即段即个尾后啊，必成如是刹，该本师释尊转述阿弥陀如来所言 t 之 n 发音，阿弥陀佛所讲的话。 经书呢？即菩萨啦、啊，六本经中啊，十六正书啊，咱一个经一个开端，出家菩萨讲，只讲了三位，说的都、就是《贤护定》十六正书，十六位。 即十六位菩萨是在家菩萨，而且拢是在家顶岗菩萨，因个地位、个文殊颇显，观音事迹是平等的。毋是讲在家人未当成就啊，在家人会成就。 这卡摩尼佛当年出现在世，马是能尊佛同时出现呢。大家记在，这卡摩尼佛迄是实现出家，要有一个在家佛为摩尼师。为摩尼师是实现在家身份的佛啦、啊。你看，这释迦佛的这个地主。 我今年家里富，这人听技术为摩基士的讲经，与为摩基士顶礼三拜，有了三赞啦。这个家己是甲某的富的，咧则完全共款。所以即点咱一定爱啊，明了。 毋通讲，一个出家的讲过五万，都认为家己真了不起。在家人一定爱败话，错咯，我们是书多啊，老师第最多。多些人伫台顶讲经，伊就是老师啊。啊，就算讲是即个在家的啊，在家的个女技师伫台顶讲经。 亚南、哎、啊，出家比丘是毋是爱该订的哎哟，伊啊，大呼刷翻啦！我使讲伊在家人又果是鲁将，伊无上台讲话，伊用的上台讲话时阵就袂用的，你一定爱啊敬礼。所以上台讲话人嘛着爱客气。 惊的是什么？惊毋敢动，所以甲家己讲经诶代志啊，啊，放一个小佛佛像啊，礼拜是拜佛啦、啊，这是显卡方便啦，这嘛是诶啊，真正诶代志真久咯，而就无会通讲，你真正伊袂比的啊！ 所以佛法是真正的平等法啦，啊，最注重的都是德行、修证，其他拢嘛在基础了。啊，净书菩萨的同情，无、哦、价。 哦，啊，设地啊，比阮即五是阿弥陀佛啊，主清，因为十方菩萨来此来教啊，给了世界，啊来参访啊，阿弥陀佛，该过四圣台湾，我该弟子啊，阿弥陀佛隆重赞扬咯。 令每一个人的对视和罗马清清楚楚。对事详细搞什么听多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你咧创什么？你所为资料，阿弥陀佛啦、啊，拢有看到了。 啊！难得啊！这摆回头时间咯，所以阿弥陀佛啦、啊，非常欢迎，欢迎你来。机关乃自救严净土，修己同作佛啦、啊。我萨来到救世界，即。 拜阿弥陀佛，诶，为虾米呢？为着就是即个十二，只叫严正土啊，严正土啊，就持动作佛啦、啊。伊是来做佛咧，伊毋是为着别项，著亲像《坛经》顶面记载，慧能大师记。 拜佛祖，我祖问伊讲：“你来家要创什么咧？你想要滴什么？一前无客气，我想要来做佛啦。大概我祖一生啊，唔啊拄条，给即款的人啊。一般人来佛门来创什么咧？来求升官发财啊，同求名门利用啊。” 这个行也是来求造福的。第一讲啊，见面呢啊，第一摆咧讲话，迄、那个口气啊，就不得了了。这个、菩萨来叫世界，从什么咧？是求造福咧，求阿弥陀佛帮助伊成活啦。 由于啊，将来诶，即个佛国多嘛是会亲像阿弥陀佛共款叫你庄严啊清净。即个人是来求这个,個啊，阿弥陀佛拢总拢知影咯，是诸菩萨发诸大愿，故弥陀赞之啊，阿弥陀佛赞叹因啊。 难知啦、啊！阿弥陀佛，无供因太狂妄，太自在，无啊！为什么？伊是真心啊！你真正有这能力，还、哎、有这个条件啊？去看阿弥陀佛，哎、欸，不是普通人啊，普通人是看袂到啊。 种生、啊、起心动念，如来啊，摄谛摄见，即句话咱来常常啊记在心内。无论你伫什么所在，隐蔽无人看着诶。你起心动念，福德怎样，会当满人呀。 袂当见人的念头，唔通叮当；袂当见人的行为是袂当有啊。也无韩国人唔知影、啊，韩国人读到即个就明白咯。那、啊、咱对即句的真假啊，明辨咯。 呃、嗯，了解咯，也是都爱呀，科啊，科、啊、学来帮忙啊，科学家怎样？科学家难讲，所有现象，包括物质现象，拢是无停止咧

阿、啊、来爱浦东。但起这念头是对那意识的浦东。六色七色八色，这个、意识的浦东。那的物质现象，白呼啦增加这物件，拢有破动的现象。破动速度是真紧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，以单字三十二而百千年。 就是三十二个不清楚啊，那每一处拢周边发改，你看着周边发改，这是科学家发现的，甲福经相讲的完全拢共款。我哋三千年前讲的，科学家发现不过是最近三十年啊。 这个物质现象啊，创清楚、创明白了，什么叫物质？啊，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啊！啊，这个发现，咱才真正知影、啊、讲和经常啊相共的一句话：一切法啦，众心相生啊！ 咱以前即几字啊，拢嘛认识啊，拢会想念啊，毋知伊啊，即个真正意思。可哈，这个呵呵、这个、这个发现，咱即个对比，咱就明白咯。你看因即个发言现，复伫三千年前都讲出来咯，讲个遮清楚啊。 所以人诶，心底爱正大啊，光明啊，毋通有自私和黑暗嘛？无人毋知影啊。然后、啊、我伫公司内底也捌向大家做过报告，咱即个身体。 起心动念，包括咱专心物质现象，亲像一个发电台同款诶。咱这个店铺四面八方诶，变化界虚空界，黄文官讲诶三种诶就变啦。第一个就变发界，这个信息发出去。 念念信息啊，发出去就变化改。出现无尽啊，出现无尽这念头啊，以改变外面诶环境。环境有三种现象：独立现象、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。 拢总受影响，咱这个身体当时嘛是接受的机器啊，变化界虚空界因发的这诶信息，咱拢总会去收着啊，拢总收着啊。只可惜现在咱这个机器有故障，毋是无收到，因为故障啊，所以无感应，无觉察到。 什么各种咧？著、就是啊，梦想分别执着啊，梦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各种著无咯。这机器著真灵咯，著亲像祝福的来赶快，一点也无遗憾啊。阿弥陀佛知，知影咱每一个人拢嘛知影只要你把各种放下，呃、啊，你拢知影咯。 下面讲现在现住净土，现是现在。遮尔做对是方来的这菩萨啦、啊。净土都是菩萨，请净土嘛清开书，嘛清啊大师请观音大师，拢总拢嘛是啊明心建设诶。 发信菩萨诶，这一称呼啊，书在中国是指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地位。情况这人啊，做书。现在讲的啊，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未当包括书的艺术。 这人啊，包括伊的知识啊，丰富，实际啊，即个书来底包括有智慧、德能上好，这会当个成书啊。观如啊，弥陀，咱啊，应当着爱学习。 其实呢，这人跟咱头前所读到的啊，夏王族伊迄个小团体五百个人啊，这阵当你讲经，因就回听经，听咧后真欢喜啊，心内就发一个愿，问啊，将来幸福啦，得咩？ 想甲阿弥陀佛那、啊、种同款呐，这个人起心动念是会怎样了。同时就该修机啊，啊，恁将来一定会当官官呐。啊，看到阿弥陀佛都还甲伊同款，看到叫做世界。 我将来居住的所在，都要甲叫说的同款。这都是愿入密道成就大觉，究竟圆满的觉悟啊！这次佛陀未亲像。 阿弥陀佛，同款，这个佛土不需要设计，不需要人工来建造，一切自然成就。啊，咱这個世界。 天，自然成就的；花住在天，自然成就。高气的，四禅十八站天，东马西自然成就。啊，第六道来宾。 呃，拢有自然成就的现象，无需要时间啊。第五天诶，天灵，第六天天灵，要安怎会当甲叫做世界来比呢？所以叫做世界一切万事万物啦、啊，自然成就，咱就會相信咯。 啊，虾米成就呢？意念嘛。昨天成就伊诶意念是四十八万，啊，伊诶功德是五劫诶修行，即、这个原因昨天成就诶。 啊，咱明白咯，咱那伫修因定面来用功夫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，完全是为众生，无一关是为家己的。在、啊、对于无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力，拢嘛是为着变化家虚空界。 一切祝福插头内面的六道众生的些相的，老头众生可怜啊，未个太深咯，未个上苦咯。虽然本来是福，伊现在啊，是伫咧吃苦啊。 所以，念出佛陀跟阿弥陀佛同款，是为遮引众生所用的呀、啊。大圣，你想要帮助遮些众生离苦得乐，你大圣都应该安置而好。 有给了世界一当个安置。伫给了世界一当学习。阿弥陀佛，伫给了世界，他讲啊，讲经说法无中断，所以心就近啦。啊，给了世界人，跟这边的人。 身体无共款，但这是吃了之躯啊！他讲啊，多爱饮食以用伊啊。叫世界这个心事发信心，无需要饮食、啊、的。营养分啊是诸性内面的这个德能。 造成本国的功德啊，力量，这些啊，初期不仅用之不竭，所以无需要饮食啦、啊，嘛无要困眠，那你讲二十四小时，人二十四小时学习无中断啦、啊。 咱即个想要食物件，都爱困的时阵，你看是大半的时间啊，拢浪费去了咯。比如，界近后主太醉了，我第一基啊，阿弥陀完全知样咯？ 个微说如是无相相应之法啦，一万之关无相相应啊，这两字重要，都、就是因所想呀，你所需要这个法啦，就跟公这個，这这系万叶观呐。 啊，下面这个说话呢？啊，说话呢？伊、啊、这段内面，诶、嗯，联、嗯、络啊，甲伊啊,啊，分作三段呢。那、啊、先来看第一段，有一首偈啊。 讲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乡；满照诸妙苑，必生如是刹。这首偈内底真正亲吗？与你亲共无罪啊！讲了一切法，甲家敬我。 代贴代我了家了地一切法界中界万有之一切诸法，变化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无一项欠缺，就是一切法。大地多论我。 一切法六说有三种，第、这、一、个、是,是有为法，有为法都是有生有灭，叫有为法。啊，相中你门对于别法名门。 开始、啊、就是画像中是财神啊！别画名门，就亲像一般咱世间诶，即个三字经共款。小朋友读书，大清都爱读啊！别画对对来，就是啊，一切画啦。弥勒菩 这是混门诶，一些专家专攻一些个呀，伊做了一部大论《儒家书大论》给，甲伊这话归纳为六百六十法，天清菩萨啦、啊，感觉这六百六十法想追。 无方便初行诶，个六百六十块，才阁归纳做一百块，所以别块点开都是六百六十块，六百六十块点开都是一切块。啊，别块内面就是、这个、一百种呢，头前诶九十四种都叫优惠券。 都是啊，无生无灭咧。后面六种叫做无为法，啊，无为法六种头前五种是相思无为，毋是真咧，但是毋是有为，所以该列第无为真正无为法就一个，最后一条。 真如无为，真如就是自性啊，真如就是上一光啊，还是真在无违法啦、啊。所以第二个就叫无为，三者不可说法了、啊。 这个不可说法是啊，诸佛如来所证得呀。那多阿菩萨冇证得，但是证得冇好冇清楚啊。你是入这境界咯，不是足清楚诶。 随着无名是给淡化了，伊就如来如清楚啊！今像十珠菩萨初见到十明菩萨，伊十珠的更加清楚了，十回相比十平还有更加清楚。 实际菩萨比三贤都更加清楚，啊，高定价几乎都、就是啊，完全清楚了，即滚秒格了啊，秒格为是完满的清楚了，真正回归诸行啊。 所以，伫夜境界内面是不透拢无看着咯。最后，这瞬间就是上成功咯。如梦幻像，讲了一切话。 如梦幻像，这是啊，比如诸法皆以梦无实，如梦如,如,如幻化如回向，下面看我空性。 回音，个人呢，比如比这个较好啊。个人讲空过回音，山国，咱是山谷内底，大喊一声，著有回音，叫做空过回音。这三种的比如，拢是比如伊毋是实在。 呀！福地、啊、这个比喻里，比如内面用梦讲了上多，如梦啊，人生啊，如梦啊，了多轮回如梦，是活界啊，如梦，都是祝福如来啊，是播种烟土啊，抑个、就是啊，如梦啊。 只有些真实的上集讲是真实的上集讲来对什么拢无，所以一片功名啊，嘛称之为大功名中啊，大功名中都是上集讲。 什么拢无，伊，什么拢会现？所以，毋是死的，伊是活。什么拢会现？所现的万事万物，有能力去引着所现，伊引袂着灵现。 所以，今仔日的科学铁学，会当啊去研究所现，因为着领先，领先著是主体，著、就是自信啊。没安装会进着领先呢，必须甲梦想分别，接着浓妆放下，即、這个放下都看着了，都见性了。 啊，反复践行有困难吗？无困难啊，肯放下现在就看到，什么时阵放下，什么时阵来看到。所以你那没问过我，什么时阵生活？唔免问别人啊，问家己，家己什么时阵肯放下，什么时阵生活？这是真啊，这唔是假啊。 问别人，别人叫你现在放下，你毋肯放下，迄系咪路用呢？即款代志著爱问家己啊！啊，鲁邦，下面啊拢是悲惨的话，幻幻化，这嘛是假啊？著像变魔术，共款。 这是一种幻化手段，现在科学技术的幻化那就太多了，嘛，真正复杂，拢毋是真呢。如回向、数有汝无啊，是在讲数嘛毋是真呢。 只是一刹那之间，那就是乌。给给点熬的，了无分别。大地多轮月，如梦家，如梦中，无属性。 未知无实，拢是假的梦中。但是啊，你无精神啊，你抓做是真呢？精神了后才知影是假呀、啊。所以咧，甲意啊，伫无你犯自桥啊，做一场梦啊。 啊，那、啊啊啊、每一个人拢有做梦的即个经验，所以啊，运用即个比喻，非常亲切啊，确确实实啊，人生啊如梦啊。这阵等你再是。 纲经说法，最大一单元都是八节啊！啊，伫咱中文所翻译个大众经呢，最短的一部经都是大八这经六百卷啊，是看摩尼福讲的。 讲不济，即、这个大单元时间是二十二年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刚经四十九年，二十二年嘅时间讲不济，咱都知影讲这是啊世尊啊一生教学啊，伊嘅重点。 啊，主要都是个人功不济，不济是智慧啊，真实智慧。所以二惑二什么呢？二惑就是学开智慧，智慧对对未来，智慧是家己自身来的，本来有诶。 六百贯不，把这个经是供什么呢？啊，咱认真给对头告别，给念一遍。啊，这的《告维精装本》二十四册。 真正用功，差不多爱一年的时间，就无经读完咯。恭喜们！我可总结了十二例一切话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 这一阵讲，一个，讲了二十二年，真些智慧，若是一出世间一切法，未够执着，你敢未放下呢？你无放下，你家己吃亏啊！ 假心开，无放下会自业啦。就简单甲大家讲，作业都爱修补啊，你都爱去轮回啊。安尼啊天天放下未作业了，未作业你就超越轮回，轮回都无咯。 所以，这个世间什么是真诶，什么是假呀、啊？大家先来弄清楚。真的，咱要知；假的，无爱，凡所有上皆是希望。相，当啊，修养，能执着，毋当分别。 唔通做顶面起心动念，你就错了。起心动念对就没了。分别指标，你就作业，你来受果报啊！你来果报嘛是梦幻泡影，冤妄思维啊，都那像你做恶梦，赶快啊，梦中叫苦，精神的鬼心复官，惊精神的啊，计下、啊。 无像是真呢，所以佛该告教学，真正修行无别项，就是放下，放下就是呀、啊。 啊！诸佛菩萨圣为严格，这是啊学位诶名称，阿、啊、毋是真诶啊，总放下你就成佛啦，系最高诶学位。每当落放下抑个老一点仔、啊。这著是菩萨啦。菩萨无完全放下。 阿罗、啊、汉只放下一点啊，轮回无咯，六道轮回都无咯。凡夫是经过执着，不肯放下，一路去三途咯，去地下去咯。我跟人讲的真话，不是讲假话。 由我一切诸行如幻虚空，小离，小因缘，不自在，不救助。诸佛如来说法度众生。有这比如，这个、比如是佛讲的，如是甚么？如五叶。 肢体呀，仔囡啊，你、啊啊、好，你叫啊，你闹，我煞发到什么呢？土卡啊，翘一边落落来，叶啊，秋天啊，秋天叶啊，落落来是黄色的。甲囡仔讲，就是黄金啊，真值钱啊，自己买糖啊，食卖个好卖好，伊就卖好了。 就是五有之体呀、啊，就是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在九你说法是的重心，咪五修之体呀。你这就佛法咯，好个今这有过的人会好咯，啊就成功咯，哈、啊。啊，你都怎样讲佛法是什么性质啦？ 喝嘛是解呀、啊，那有什么好惯啦。因为你白咯，当、嗯、作你破白啊，看我这句话就好惯啦。你讲我讲我这话就无咯。那讲你有病，我退药啊，和你吃病好了，药就无碍咯。 啊，边好过食油啊！你敢是食出毛病来咯？这個、就是阮地把这经常讲诶，发生影响何方违法啦？甲、啊、你讲，佛法毋是金呢。啊，干活著还用船啊？船是这工具啊，好坏工具帮助你干活，干活了后甲该淡掉啊！毋通个船排在身躯啊？ 还明这道理呀、啊？给活了各家活法，排的辛苦你就完咯。你看对路咯？你看这心得多清气啊，连活法嘛无咯。所以今的道场是什么呢？第一道场啊。 无必殊胜庄言现看摩利佛的道场，现看摩利佛的道场，地都地哇，山林丘卡，今仔在遮，明仔在在有梦的生活，古木顶树啊，该去倒位就去倒位啊，求海一小你中一息啦，啊，这是啊，啊真道场啊！ 佮即个是伊家啊，所以遐和尚嘛是家啊，迄拢是啊，毋晓肢体啊，你着明白即道理啊。即种庄严诶道场是接应什么人？接应初学诶啊，真正入境界咯，也、啊、无爱咯。 真正入游界诶时阵啊，去蹛伫山洞、山顶去搭一个小茅棚，确实啊著是安尼先啊。你看过去伫中国大陆，民山、聊生，真正修行诶人拢无蹛伫寺内底，寺庙周围。 大概啊，走路半点钟以上，小茅棚，真两个人一大，还是啊，真道场啊，真修行。啊，是表示什么呢？还是、啊、信徒的教台所？还不是修行的所在？还是啊，接引大众的钢经说法的所在？ 钢筋都要有人听，钢筋说回来所在啊！建工完了，带去修茅棚了我带伫这个所在咯。 用人的生活越简单越好啊！所以，一、这个讲你这番学语言，言诸这个法也、啊、都现前。 颜色亦都无咯，而且亦唔是真咧。这一切法拢总是缘生呀。人一面生法，动物一面生法，花果草木一面生法，山河大地一就太空当中的星球。 我即行毋是一面心法，中观论顶面啊讲甲真好，一面说心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即我是释迦牟尼佛讲诶啊，这个空啊，空定无我啊，空说,说明啥物呢？伊无实际诶问题，无主体，言著言散的意义啊。 野嘛唔是真诶，野嘛是生诶。伊你伊呀，看透咯啊！你对伊会了解对、就是、人生咯，了解清楚了，有什乜好处咧？你袂个接触你呀袂个分别啦，伊呀袂个耶稣，你袂伊耶稣，会当啊共存共赢。 你这下的一切换来对的大主宰呀、啊！啊，嘎，真正一我这等来，这个心不是我，真正我是灵性啊。 啊，世间人讲灵魂，灵魂是伫咧咩状态啊？刚我咧叫做灵性，啊，咩都叫做灵魂啊，灵魂每当出量多，刚我咧就超过两多。啊迄这是真正诶家己。啊，迄个世界是自性变现诶。呀。 阿弥陀佛，本愿功德现前呢，也体是自性；也相是呃四十八愿五劫修行功德变现呢，还是相啊？啊，相依不开体，体是大家拢共有的。 啊，相是阿弥陀佛独有诶，但是体是咱呐、啊、共有诶啊，所以咱有分啊，阿弥陀佛经营诶，咱有分啊，这都是决定得性诶条件啊，啊，人家己有分啊，决定啊得性未当怀疑啊。 我今日难道学习到这点？